身虚拟人物，展现四人魅力。出道六周年的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时隔两年终于出新歌回归。不仅发新歌回馈粉丝，九号深夜经纪公司宣布要展开世界巡演。世界巡演预计今年10月15号一路唱到明年6月，总共26个城市。海报中看见3月18号要来高雄开唱，也是台湾唯一指定一场。韩国现在慢慢就是推，就是那种直航首尔到高雄的那个直航的那种就是飞机的方案，还有其他的相关，就是背后的那个工作人员，还有就是带他的设备，他的设备真的是应该是很规模很大，因为应该是都会自己带过来。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它很多的东西嘛。美丽海港高雄坐落在 BLACKPINK 世界巡演地图上，面对天团来台消息一出，已经有不少粉丝喊定饭店。超飞的讯息发布之后，有不少粉丝透过网站下订，不到12小时已经超过总房间数的50%。疫情趋缓，不止国旅复苏，现在又有韩国女团演唱会加持，想必让高雄赚进一波观光财。华视新闻林立婷、李诗健台北高雄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